我上周去参加中国朋友的婚礼了，好特别啊。是吗？怎么特别了？宾客们都是围着圆桌坐，而且座位的安排也很有讲究，不能随便坐。是啊，我们中国圆桌婚宴代表了团圆美满，座位也会根据不同的来宾而划分区域，贵宾席、朋友席、同事席等等。嗯嗯，还有大家都要准备红包，还好我去之前有人告诉我了，不然忘记的话会很尴尬。呵呵，喜宴收红包确实是中国的传统，表达来宾的祝福。嗯，拜天地也很有意思，中国婚礼真的是非常有特色。要么你以后也来一场中国婚礼怎么样？我？哈哈，如果那样就太棒了。